今天早上怎么样？今天早上在洗碗的时候，就发现了我种在窗边的兰花结了四个花蕊，真是高兴极了。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，然后那个花蕊呢，这盆兰花其实我已经种了一年半了，就开完了谢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动静，事隔一年半。对，我没有见过你的那个兰花。兰花，嗯，没有，你没见过，放在我的那个厨房的窗台上。哎，这个花，所以今天早上看到兰花结了那么多个花蕊，马上照了个 iPad。 心情大好。对，心情就好。但是可能今天的这个天气有点阴沉干，那你调啊，天气的这个，对，太干了，然后风有点大，所以呢不知道怎么今天的这个太阳高度角啊，什么升起的云朵的遮的这个方向呀，就让我感到今天早上看到兰花虽然有花苞了，可是有一种无力的感觉，脆弱的感觉，有点对这个生命的脆弱有这么一个感觉在这儿。如果是阳光灿烂的早上，今天早上没有阳光灿烂，今天早上阴天。如果是阳光灿烂的早上呢，它正好一缕阳光正好照在花蕊上面，你喷上一些水，露珠淋在上面，就会觉得啊，真是欣欣向荣，兰蕊喷香。对，那你这个一来呢，又青青园中葵，朝露待日晞，有点这个感觉啊。可是今天、这个、你说要有那个空谷幽兰的感觉吧，它又没有那个空，它又不是，又没有那个幽，它又没有幽，又没有空，因为外面就是马路。对，所以就让我感到这种生命的脆弱呀，多好，让我有点，哎呀，真好。这是我自己做的草莓，就是加糖给熬出来。哦，太好看了！就是那天我们吃的甜品的这个星期五，我们在哪吃的？我们星期五的那个甜品，对对对对对，它也是这样子。对对对，这个是我是看完那个以后。哦，真的，太聪明了！它是用 avocado 去搅的。对，有一个是。它其中一个是红的，不知道是什么。我得看看照片。绿的那个就它有两层吗？它是两层，对，一层是红 的，一层是绿的，绿 的， 对对，绿的那层它是放了 avocado。 哦，对，我说呢怎么这么平缓，你现在就有课呀？我现在就有。哎呀，真是，我还想跟你浪漫一下。我就想啊，就 是嗯，没关系，这就叫做，哎，它这个红的放得多啊，这叫忘了那词了，就是留上一点话就更怎么样的意思。云流韵悠长。哦，真好，好，留一首。好，请待会儿再讲。So coulis de fraises and strawberry. That's so good. I should take a picture of it.